棒，来一杯。阿妹要唱什么歌？就熬的心声，就熬的心声，掌声鼓励。三明海誓的咱两个有一船，为怎样你因天天来变卦。香港女星当中现在片酬最高的是谁？杨紫琼。答对。世界上哪一种鸟下的蛋最大？答对。张学友的吻别音乐录影带中女主角是谁？七个条款。放弃。漫画中小叮当最要好的朋友是谁？小熊。答错。郑中基的英文名字叫做什么？他做地基。什么？答错。郑中基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？他表情一看就知道不会了，我们没有冤枉他，总共打过两题非常高的成绩了哈，两题。